对，哦，好，大家很厉害。虽然天气有点冷，不过大家的精神非常好，代表2021年是一个新的一年，有活力的一年，也是一个青春的一年。那市长特别感谢大家这么的，大家这么的努力，而且对防疫的工作这么的谨慎。我刚才这样眼睛一瞄，大家都戴口罩，不管是大孩子、小朋友，或者是我们大朋友啊。那最重要的是健康安全。然后在这里代表市长祝福我们大家今天除了活动圆满成功之外，未来的2021年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台南更好，大家的事业、大家的那个家庭都能够和乐平安平安喜乐然后你大家都能够在成就上更上一层楼，祝福大家，谢谢。来，再一次的掌声，谢谢我们的。我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同来参与2021年我们将军区元旦建筑活动，我真正足欢喜，而且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啦扭转乾坤。我若搁会报告我怎毋能不满意？因为这个疫情的那个严峻害我要办唔办，而且咧犹豫不决。来，第二点，我不想失信于你们，所以我是照办。但是我在这边拜托各位，大家支持一下，大家配合一下，就是要我们全程要戴口罩，全程要戴口罩，饮茶了后尽量卖食物件啦，这我来各位拜托，我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在这边拜托各位，大家配合一下，在这呢，我要感谢迄落所有今仔迄个工作团队，尤其是文恩店文恩店互我上有力的支持伊不管出钱搁出力互我足感动的，就是文恩店第二就是咱欧安国小许校长所带领的团队伊真正许校长是我工作上的一个贵人呐、来，咱鼓声啊！啊，国小哥，不能点，过来一个来。真的，他们给我们封锁很大的资源我伫遮要特别感谢这两个单位还佫有其他的单位，我嘛要感谢。还佫工作的同仁，我嘛要来感谢一下，因为因嘛是足辛苦的伫遮拜托各位帮阮做好防疫的工作伫遮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赚大钱！感谢各位，谢谢。来，是不是就来？
中央好好训练。阮运动原是结婚，就就是心理训练，描绘人生，描绘我无穿万里，描绘渺渺万万里外。在上央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事隆有余，工商会议。做头路，宏图大业，做生意，家业如是。台湾公平，两岸通。啊，即个伊个只讲吼，伊个只啊，以前吼，甲咱安尼比喻啦吼，啊，甲再来啊，结束啦，吼咱。我今日结束，把咱心上事情吼，啊，我再把咱钱再出来。三上香。三上香以求国运昌隆，社会祥和，地方平安，百姓如意，事事无灾，八节有庆，南边开阔，古拉吉祥。啊，咱啊时时哦，好个在拜下一下，啊，咱气运昌隆哦，啊，咱国下子大家大家心大家进步哦，啊，是咱新路，中年听者路，咱身体健康，家庭永远幸福。啊！伫新的年，大家心想事成再吧。啊，请一秒。啊，咱这是啊，是几号风景吼？刘老师，一个咱中分区啊，安全区长带领，把咱几号啊，作为。啊，各科室的主管吼，啊，给咱各平代表，包括咱议员吼，差不多有几名议员，你给咱做个啊助理吼，啊，率领，各咱全体的阮关注组，两份精神，迎最热烈请鞠躬。谢谢啊，感谢吼，啊，感谢各位，谢谢，谢谢啊，谢谢。来，我们救国团将军区团委会的啊，蔡丽玲蔡会长，哎。好、啊，这边哦，会长，哎，好、啊，我们这边哦、啊，这边，哦、啊，给那边磨菜的哦，花餐点由我们啊，救国团来负责的哈、啊。来，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啊，怡腾啊，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毛冠中啊，毛经理。好、啊，等一下，等一下，OK 吗？好，来，赶快啊！啊，加油加油！五、四、三、二、一，
现场大家注意一下，经过入口的指令，经过入口的指令，我们在这个黑山岭公园那条路上，我们就溜着，现场大家。
阿妹啦，反正跟着走了。啊，真疼啊！好棒哦！哎呀，不会啦，不会有，不会啦，不会有，不会啦，不会啦。先拍他，先生或小姐，有没有？好，第一个叫，
好，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感到疼痛刺激，我们捏肩膀，用力捏下去，好，看有没有反应。如果他是没有反应的话，就第二叫，哦，第二叫，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请另外一个人拿这个电击器过来，傻瓜电击器，哦，还没拿过来之前呢，哦，我们压胸，哦，压胸，压三十下，哦。压三十下，五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六上、七上、八上、九上、十上，压三十下，哦，就三十呗 ，OK。然后呢，压抬下巴，哦，看他嘴巴有没有东西，有东西把它弄掉，哦，没有东西的话，哦，我们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哈，口对口人工呼吸，鼻子捏住，吹两口，一秒一口，哈，哦。好，假设这一台拿过来了，哦，假设这台拿过来了，哦，一样。哦，它有贴片没有？两个贴片，哦，就贴这边，贴这边，哦，叫大体，哦，哎，大体，啊，气而已，开关气而已，插头啊插而已，哦，啊，这是语音的，哦，它是语音的，还在分析心率，不要去摸它，哦，不要去压它，也不要去口对口的东西都不要做，等它分析完要不要电，我们再做。哦，啊，这时候他在分析哈，哦，他现在在充电，哦，充电的时候要电击这边会闪灯，哦，要闪灯了，要电击不要摸它，任何人不能摸，包括自己。好，电下去，它就瞬间而已，它稍微抖一下，哦，稍微一点点而已。好，电完之后马上做 CPR， 压胸压三十下，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还不用理它，这个比较不黏，还不用理它，正常会很黏。都不用理他哈，压三十下一样，哦，吹两口，压三十下吹两口，压下吹两口，等到我们救出来为止，一直做下去 ，OK， 好，爱告本的。那这个痛啊，好，开始，你说第一个步骤，先拍双肩，两手，哦，两手，哎，对。小姐，小姐，他没有反应，疼痛刺激，捏肩膀。好啦，气了而已。哦，你也能电了，也能吹了，也对了。没有，没有反应。赶快打电话。119。哎，119，阿哥叫去打。还有一个小朋友。哎，无叫退来尔。哦。叫退来尔，阿未退来。赶快赶快走。哦，压胸。明天来。压胸。压胸。好压。
Bravo! My name is John. I want to tell a story. Seed Mouse and Country Mouse. Once there was a mouse lived in the country. Home sweet home, I like my home, he said. I should invite the seed mouse to come over and play. Home sweet home, I like your home. Here came the seed mouse. But it's too far. I'm so tired. So tired. Look at your kitchen. What happened to eat? How can we do not have much to eat? Come along, come along, come along and see. I'll take you to my house. It's gonna be the best place you've ever been. They soon arrived at the seed mouse place and went out a small door and saw a tall can. Look, we can eat all kinds of food, said the seed mous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try first? Oh, I will try it all, said the country mouse. He ate pizza with some cheese. He ate a burger with cookies. He ate everything he can eat. And that is not all. No, no, that is not all. Meow. Meow. What would that sound? Asked the country mouse. What sound? That sound. Oh, yes. That's a cat. She likes to play with us by chasing us, said the seed mouse. That doesn't sound like playing to me. I am on my own and I know what I know. Goodbye. I'm going home. Hi. Hi, 小朋友，感谢一下，你不要解释一下你讲的英文是什么，因为好多听不懂，我只听到 City Mouse 跟 Country Mouse 什么意思啊？哦，城市老鼠跟乡下老鼠的故事，我告诉大家，你俩唔知咩哦，等一下再问问我们这个同学，他一定啊，这个小学弟一定很乐意的为大家解答一下哦，这样子，来，再次热烈掌声欢迎陈同学来，掌声鼓励来，朱同学，朱哲江同学了啊，接下来都是我们冠亚军的同学啊，第二个是我们陈之林同学来，再次热烈掌声鼓励来。Today, I would like to read a story titled The Wolf and the Donkey. A long,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a wolf. One day, the wolf didn't manage to catch anything to eat for a whole day. He was really hungry. As he wandered around the forest, he saw a donkey. The wolf crept up silently. But the donkey had noticed him. He knew that the wolf could run faster than him and he could not escape by running. So the donkey took up a clever way to save his life. The donkey pretended that his leg had been hurt and he started crying in pain. The wolf went up to the donkey and asked why he was crying. I have a thorn in my foot and it hurts really badly, but I can't get it out. The donkey replied, I can help you. If I eat you now, it will stop hurting, offered the wolf. The donkey had been waiting for the wolf to bend over. He kicked the poor wolf so hard that the wolf fell down and couldn't get up onto his feet again. The donkey then ran away as fast as he could. He had saved himself from being eaten by a wolf. A little wisdom can do miracles.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棒哦！好，我们这个小学妹，你是水饺囫囵社朗读比赛第几名？
好，第一名，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哦。第一名哈、哦，第一名很不错啊。我们国小的同学啊，这小学妹真的不错啊。你讲的是什么故事？就是有一只狼跟一只驴子。哦。那只狼有没有？他整天都没有找到食物，然后他看到一只驴子。想吃它吗？是不是想要吃它？对。对哈、哦。想要吃它。然后呢？然后那只驴子，因为它很聪明，所以它想到了一个办法。哎。哦，脚好痛，嘿。然后狼他就跑过去，帮他把刺拿开，然后撞在他低头的时候呢，那只驴子就踢了他一脚。不说。对，然后那只狼就痛得不得了，于是就摔倒在地，然后没办法再去吃驴子，驴子就用自己的力气全部都用在跑步上，然后呢，他用了他的机智来救了他自己。哦，不错，给他掌声鼓一下哦，真的有条理哦，啊，很开心的一个啊小朋友，来，是不是？再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我们这位陈世林同学，掌声鼓励来，耶、yeah, ，谢谢哦，谢谢。汪国小的啊陈建安老师，啊，汪国陈建安老师，啊，汪国的陈建安老师，哦、啊，我们这个 logo 是陈建安老师设计的，掌声给建安老师鼓励一下，哦、啊，谢谢他为我们设计这么好的 logo 了，谢谢。好，来，谢谢建安老师，谢谢啊，来，接下来大凤四连奖啊，来期待哎，啊，大凤设计的抱枕哎，啊，来一个抱枕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这经典设计的抱枕，来一个。好，谢谢啊，担当哎，阿哥。来一个抱枕，看一下，来。啊，今天的抱枕是这样，看一下，看这个抱枕，看看谢谢。啊，我能让扭转乾坤，今天是扭脸啊，哦，扭脸，啊，扭转乾坤，感谢西藏的，啊，来谢谢啊。将军天江数位学习中心啊，宜腾升级有限公司，台南市体育总会志工委员会啊，还有啊，我们救国团将军区团委会的啊会长，也是壮铁实业的啊董事长啊，应该董事长也要办了，厉害啊！啊，两个货啊，就来赞助啊，赞助，感谢咱会长啊，我下个星期来。啊，谢谢我会长啊，到赞助了啊！啊，来，大家呢一个，我下个领奖，恭喜你来！那个体育职工委员会呢，来，谢谢我们体育职工委员会啊，感谢你们来给我们协助办这个活动，感谢哈，感谢哈，谢谢。在点头，我都把它看到像战斗的哈，电动摩托车是看到像战斗的，来，看看，来看到像，好，来杨副总，我先把副总放进来。好，感谢杨副总，谢谢。好，我们再来宜腾升级，好，宜腾升级有限公司啊，啊，蓝军经理的啊，啊，毛经理，毛冠中毛经理的啊，好来。掌声欢迎毛经理来，谢谢啊！哪位生好生命还可以选毛经理数位偏向中心啊？啊，偏向的啊，数位偏向中心啊，啊来，将军啊，偏向数位偏中心来，感谢啊，感谢，感恩赞助，谢谢，谢谢啊，给大家嘛，感恩赞助哦，不停的感恩赞助啊，感谢啊！啊，陈伟又经理啊，啊，咱三上也嘛是咱的。学长啊，刚才我们学长哦，阿国队学长，阿国队学长哦，感谢一下啊，感谢，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赞助20000块，感谢黄总，那我们上面谢谢啊。啊，陈启会长，陈启会长，他们在。好，下个回到过来这里，感谢一下。
来试出的电视哦，一定电视。刚下来回电哦，谢谢。啊，谢谢。哎，啊，恭喜这三位啊，两位小朋友，一个大朋友。哎，掌声给他鼓励鼓励。啊，我们的第一场三台奖啊，太轻松了啊。好，不错，小朋友，等一下，先回家。过来上个下，来下播。来。那边要留资料，留资料，放在那边。加油！好，感谢这个小朋友啊，小朋友搬搬得下去，搬得下去，没办法啊。第二声有没有？好，再喊第三声了啊。是啊，不是啊，吓了一跳啊。来，400号。好，那就没有了。好，没有了，取下来了。太好了，没在现场就没有了。来，队长来，来来，从下面的，从下面的啦。小朋友都从下面的，都没从下面的，来，赶快拉这个，没错，拉这个。来，来回进来。这个高啊，这个好了，刚下注意啊，目前刚刚就被高了，好了，谢谢了啊。啊，不错，来来这边，我们这个参加健走很容易得奖，那这个奖哇，高兴哇，今年又是一个很高兴的一年啊，我来看一下。对了啊，来这边啊，这边这边，这边这边，麻烦下面啊，先下面。好了，拍个照了啊！来，恭喜这两位哈、哦、幸运的得主得到啊捷安特的脚踏车，再一次给我们会长掌声鼓励鼓励！来，我先跪着。感谢我们啊里长联谊会的会长啊，为我们播出四十寸的电视，当下回电哦，谢谢。我们下个是安迪特联谊会回电，我先跪着来。我是这个奖项，我们的可爱马的啊，电动。